一轮，我的游戏就是叫大大的泡泡。哦，拿这当游戏。哎，这太俗了点吧？俗吗？啊，太简单。哎呀，你肯定没有经历过和自己喜爱的漂亮姐姐一起比赛吹泡泡，没玩过吧？我梦里边玩过。好了，我要请出两位漂亮的姐姐，她就是可爱天使姐姐，小朋友心目中的她就是谁呢？范冰冰。还有一位呢，是勇敢姐姐郭美美。又吃上了，对，我们在人家后台准备好了，有备而来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准备好啊，一起来吹泡泡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预备，看前面，要不怎么看你的泡泡大呢？开始，咱们一个一个的吹，啊，一个，哎，要不然他看不清。哎，他的来了，他的来了，小弟弟的来了。哎呀，也不大了。好，啊，哎，哇，真棒啊！到了，等一下，话筒可以拿下来。我知道了，梅梅姐姐啊，她是不怕蟑螂，怕吃口香糖。对，我今天才知道怕吃口香糖，因为在后台一直吹，可是吹不起来。再来一个，最后一次，努力来，梅梅姐加油，梅梅姐加油。呼，好，我要问问小裁判，最大的是谁？冰冰。第二大的又是谁？小妹妹，对不对？对。接下来有礼物送给你们。好，好，来，让我们有请。欢迎小弟弟。来，好。好。哎呦呵，你瞧瞧。好，哎呀，正好冰冰姐姐也蹲下了。我们这个礼物是什么呢？那一个是要给梅梅姐姐。也请梅梅姐姐蹲下。两个小姑娘都有最好的礼物送给你们，慢点，对准喽。啊，是一个亲吻。好，来。完了，这个我要给你们念一念哈，我要给你们念一念。送给冰冰姐姐这张呢，她说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可爱天使姐姐范冰冰。啊，我让我们的。那这个呢，是送给。小朋友最喜爱的勇敢姐姐郭美美，还有一个细节，你看我们两个小姑娘特意画了红红的嘴唇，看看冰冰姐姐的右边的脸上有什么呀？来给大家看看，有，当然有，在这里。好，谢谢。